哎，我听说那个女的还有一个儿子，你见过吗？最好别让我看见。你就不怕他那年亲你头上去？他敢吗？喂，给你买东西啊，买到倾家荡产我都不后悔。哎，你要真打呀、啊？亲大爷，亲！怎么讲？他不会特别花，或者说，这不是特别花。